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现在 Xmog 穿轮，虽然有人认为根本他也不需要，他觉得技术够精湛 ，SAWD 够厉害，这么简单。就这样子啊，他好轻松哦，这真的没有什么。我在里面我是平稳的，我没有不松快的感觉。我们下来了，上面看起来很高，可是这个跟金阳明道比起来，这真的小菜一碟，小菜一碟，蛋糕一块。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钟，东风卫视《跨界大赢家》。